二哈死活不肯带娃，当主人强行把娃塞给他后，大家千万憋住别笑。馒头，来带娃，带娃，我跟大华要去工作呢。咋的呀？你带娃有意见呢？哎呦，不至于啊，馒头就两个。那你，刚才是在逗馒头。好好带，不想带了，又跑了。这带个孩儿，你这不真干呀？带两下就想跑？他跑半天了，现在是硬把娃塞给他了，他没办法，已经躲无可躲，逃无可逃了。你看你不想带娃，但是安安特别喜欢你，还给你喂火腿呢，对不对？安安，你给他喂呀、啊，你不是给他喂火腿的吗？乖乖。有人欢喜，有人开心。马桶很自闭，这个妈妈。有人欢喜，有人忧。你那爬好，你别跑。马桶说：“我想逃就逃不了。”我的天哪！别跑，马桶，你别跑，你陪安安玩嘛，你看他开心的。你躺好，你别跑！我跟大家说啊，强行塞给你的娃，你不能推。不是，俺手里拿个火腿，他喂马桶的，马桶一吃他都拿走，他不给他。你躺好，你带娃往哪跑嘞？马桶一次又一次想要逃，就逃不掉。你这样陪刚刚安很开心，你别跑，你躺好。这还有一个人专门在这堵着嘞。安安好开心呀、啊！妈妈说：“吃进去了，我来，你拿个，再拿个。”你看马桶，你带娃，安安还给你弄吃的。火腿。他可疼马桶啊，一下子给完了啊，你怎么那么疼马桶？这是狗，这是啥？走哪去了？不让他吃，不让他吃，不让他。哎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、啊、光想跑。你带娃，你带娃给我认真一点。带娃，对，带娃是认真的，不能三心二意。哎，跑了，别跑，别跑，跑了，不带了。马桶，你给我老实点，让你带娃子，你干嘛呢？跑，哎，自己跑了。